有请主持人裘英俊、任意宁。大家好，这里是天津卫视11特别节目《笑里相迎》，我是裘英俊。大家好，我是怡宁。 今天啊，是一个举国欢庆的日子，我们迎来了新中国的67周年华诞。是的，在这儿呢，也祝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，祝人民幸福安康。哎，姨娘，过节了啊！对，国庆节大家都很开心，而且接下来就是黄金周的假期，非常的轻松快乐。哎，说到这个放松啊，姨娘，你最喜欢什么样的放松方式呢？说到这个放松呢，我觉得咱们天津人民肯定是最喜欢相声这门传统艺术了。你看，它不仅能给我们带来欢乐，而且呢，能给大家普及很多这个传统文化方面的知识。哎，那今天我们就用热情、热烈、火爆的传统的相声的方式，让大家嗨翻天，笑不停。今天呢，我们是把全国相声社团当中最优秀的高人全部都请来了，来吧，我们这么多高人跟大家来介绍介绍，好吧？啊，我是我们台上最亮的演员方清平。好，哇，欢迎方老师。方老师确实很亮啊，对，脑袋亮，我都睁不开眼了。我们哥俩是这个出场费最高的金岩、李国敬，欢迎两位。 怎么？这我听着可有点含糊了啊！怎么会含糊呢？这么多我们的大腕明星，张嘴您就出场费最高的演员啊！当然是了，有把握呀！哎呦，有多高啊？我们给的全国粮票。啊，我们是最正经的相声演员啊，卢鑫、俞灏。这二位年轻人啊，一张嘴伤损一大片，合着不正经的都在这边了啊！欢迎我们的两位这个可以过关。来，我这边的来开始。 我们俩是全国相声演员当中最，我们是全国相声演员当中颜值最高。却偏偏要靠才华的贾旭明，我是张康，欢迎两位颜值最高的。一介绍都一对儿一对儿的介绍，我们都分着介绍。大家好。 我是啊，一个非常有深度的男人，我叫董建春，谢谢。啊，大家好，注意我的用词啊，我是一个像微波炉一样的男生李丁，谢谢。凭什么呀？因为你注意我的名字啊，我是李丁。而他熟了，他这是啊，我不服啊，这凭什么他这单独介绍啊？那我们都一对一对，那我是最贵的，我们这李国庆是最便宜的演员。哎呦，听到这儿我算是知道了，英俊哥，今天肯定是一场特别高能的聚会。对，你想这么多全国的优秀相声演员齐聚一堂，是，所以我们今天这场演出一定是足斤足两、童叟无欺的欢乐盛宴，一定让大家玩的开心，乐的爽怀。你这说完以后，说的我都热血沸腾了，真的。真的，说到这热啊，我们这第一段相声，保证您听完了它更热。什么呢？因为一听这名字就这么暖和，叫三伏酷暑天。我们有请董建春。 李丁，欢迎两位。感谢您各位的掌声。对对对，您看我们是年轻的演员，所以这个话题也都是比较年轻的话题。像咱们奥运会啊，咱们刚结束。哎对，哎，世界级的大型活动，这个热门话题了。我认为啊，这个奥运会的英文有必要先跟大伙儿普及一下。大伙儿可能也都知道，哎，有可能有不知道的呀。那你说说，奥运会的英文啊，叫做 Olympic Games。这个呀，我建川你就不知道吧？建川，我知道啊。什么玩意儿？你说的？这是句英文啊 ，English。您这英文怎么都黏了吧唧的呢？怎么的 ？English， 这哪儿黏了？您都淀粉成精了吧，建川？嘴里都勾芡了，这还不黏呢？这个不是我这嘴啊，它是因为就是最近这个天气啊，我这个舌头有点反潮。不，您要反潮，你回家你把舌头瞪出来，你晾干里再来演节目来，行不行？行行行，那咱不说这事儿了。反潮你干嘛呀？不说这事儿了，行不行？对对对，说奥运会干嘛？咱说咱俩，哎，说咱俩，我们两个演员上台啊，首先要跟我们喊了一下。什么玩意儿？这是建春，您把您嘴里那袜子吐出来行吗？我给你塞条衬裤进去，干嘛？你耳朵还不好使了是吧？我真希望是我耳朵不好使啊！啊，您说的什么玩意儿啊？这是Introduce myself。对呀，做一个自我介绍嘛。听不出来这单词儿。为什么要做自我介绍呢？因为大伙儿啊对我这个表演风格呀不是特别的熟悉，已经很熟悉了，我觉得啊，所以呀，我要再重新的再介绍一下我的名字。你怎么臭不要脸呢？你建川，你一上台话都说不清楚。哎，我介绍一下我的名字，你干嘛呀？我是这模样吗？你要介绍你介绍我名字呀，对不对？那我先说你，就是啊，这是我的搭档，他叫李丁，李丁是我，他的英文名字叫做……我没有英文名字。我有英文名字，你说了我们也听不明白。你怎么什么都不让我说呢？你废话，你上台你说不清楚啊你！不是我，这是因为什么？我不说了吗？啊，反潮啊！你反潮到什么时候？你还反潮？不是夏天那潮劲儿，我现在还没过去呢。时间也太长了呀！不过啊，我倒是喜欢这种这个潮潮乎乎的这种天气。你属狗尿台的是吗？啊，喜欢潮潮乎乎的天气。我喜欢夏天这种潮的季节。哦，你喜欢哪个季节？我呀，啊，我喜欢春天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春天是恋爱的季节。春天是充满希望的季节，一切都像刚睡醒的样子，欣欣然张开了眼，山朗润起来了，水涨起来了，太阳的脸红起来了。我真能装。我喜欢夏天，为什么呀？看姑娘。不是这个，您各位也别嘲笑他。对，因为爱美之心啊，人皆有之，人之常情。特别是啊，到了夏天啊，这个小姑娘出门的时候，都这个穿着的特别的热辣。哎呀，咱们小伙子难免想多看人两眼，有的呢喜欢看人脸，有的喜欢看人腿，看腿。李丁，我这么问你啊。在夏天，有一个穿着热辣的美女从你身边路过，你是打算先看人的脸，还是先看人腿？小瞧我了，我先看她眼睛，她要没看我，我再看她腿。行，没羞没臊是吗？咱俩跟着。不过啊，我劝你，你也别光看姑娘。我没光看姑娘。这夏天啊，这个季节很特殊，对，有很多元素，咱们生活当中啊，其实是很值得注意的。刚才不都说了吗？哎，奥运会，夏季奥运会，潮了吧唧的，潮了吧唧，这都是夏天独有的小姑娘啊。还是就看，这么说吧，除了这些刚才说的啊，还有什么其他的元素？除了看姑娘啊。说了好多元素呢，跟大伙儿介绍介绍，特好多呢。你举个例子，多极了。说说呀，那个，哎呦，不错，装什么傻呢？你就是光看姑娘去了。不是我，我知道你要说什么呀，我。哦，太多了啊。就这样，我给你提个醒啊，你看啊，夏天啊，天气特别的炎热，天气热，哎，咱们大伙儿都怕热，太阳啊也足，在外头忙活一天呢，哎呦出一身汗，所以呀，你回到家之后，你首先需要开门。不是啊，开什么门呢？那我也不能翻窗户进我们家。不是那意思。我这么说吧，就是夏天不是热吗？热了，所以你到家呀，你希望这个来点凉气儿，所以这个时候你需要开冰箱门。那冰箱那凉气儿太小了，你得让这凉气儿再足一点，所以这个时候你得开冰柜门。哎，我鱼呢？鱼呢？怎么还冰柜？你们家住冰窖里是吗？不是这个意思，你怎么不明白呢？你说说，这么说吧，它不热吗？热了。哎，这个夏天啊，热的你就浑身难受，难受。哎呦，怎么待着都不舒服。哎呦，你觉得特别堵得慌。这时候你想释放一下，所以你需要开塞露。我真理解不了你。 怎么连开塞露都出来了？这不是我得释放，有点堵得慌嘛，我得不是，对，这么说吧，这么说啊，就是你到家了，我到家了，哎，你拿出遥控器了，拿遥控器，嘣儿一下，你开这个电视，不是电视，电脑，不是电灯，不是电台，不是电褥子，你们家电器够多的呀，还开电褥子，你大夏天开电褥子是吧？ 是这意思吗？什么意思？我怎么解释不明白了呢？这么说吧，你说说啊，换一种说法啊，你夏天你热的呀，热，你心情特别的烦躁，烦躁，哎，特别的郁闷。这时候你想放松一下，缓解一下身边这种气氛，所以这个时候你特别的需要开一个玩笑。不要跟我开玩笑行吗？不是，开 party， 别开 party 了。别唱了，别唱了。我给你提醒一个字啊，你说。 空，你得开空，空怕俺是猜不出来了呀！怎么还出一山东人呢？太难了，猜不出来。哪儿呢？空调啊！嗨，你空调啊！你们家有空调吗？谁家有空调？谁家没有空调啊？对不对？空调大伙儿都有。对。那么夏天开空调就非常值得注意，是吧？开的时间太长啊，不太好。 哎，容易得空调病。哎，到这个秋天，天气一变凉，您的身体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。对，这是一点。哦，还有应该注意什么呢？还有什么呀？夏天大伙儿习惯在夜里的时候，出去吃点夜宵。秋天也喜欢吃什么路边摊儿啊、大排档啊，这个夜里吃的东西太多呀，对这个身材不好。容易长胖，而且赶上有的地方不卫生啊，也容易得病，是吧？而且在座的都去吃过什么夜宵啊、路边摊儿、大排档都去过。 大多数呢，还不是自己乐意去的，朋友叫啊，邀请，非去不可，有没有这种情况？你看不少，哎，那么遇到这种情况呢，你看有人理你吗？建川，怎么没有啊？哪儿就不少？你尴尬吗？建川，有这种情况，反正我习惯了，每次录像都是这个样子。你别习惯呀，在座有这种情况，对不对？那么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呢？怎么办？我跟李丁可以教你一个方法，一会儿啊，看下班之后，李丁。 是如何谢绝我的邀请的？怎么还有我的事儿呢？这里哎呦，总算下班了。哎，李丁啊，呀，建川，晚上吃大排档去。好，走吧。你不要谢绝邀请啊！那我挺喜欢吃大排档的呀。咱俩给大伙儿演什么呢？你得找个理由拒绝。我得拒绝你。哎呦，总算下班了。哎，李丁啊，建川，晚上吃大排档去。 不去，怎么了？那没钱，我请客呀！我一言为定了。你还能再有点出息吗？你还能再狠点吗，建筑？你必须得找个理由谢绝。你谢绝之后啊，你就赶紧走了就完了。赶紧走了就行。哎呀，总算下班了。哎，李丁啊，建川，晚上吃大排档去？不去。为什么呀？你认错人了。 你这算什么理由啊，大哥？我跟你有什么仇啊？你大伙儿看那德行啊！你不去，你认错人了，还讨厌，别理我，说咱俩闹分手了似的。我这是分手，我这是分裂了，我这你谁这么分手啊？你这理由不像话，你就说呀，你赶紧去一个地方办一件特别紧急的事儿，明白吗？我知道了。哎呀，终于下班了。哎，李丁啊，建川，晚上吃大排档去？不行，怎么了？我得马上去那个北极。 我养的企鹅就快冻死了，太可怜了。没听说过，那北极有企鹅吗？我养的北极熊就快冻死了。不是你侮辱我智商了是吗？你这算什么理由啊？这都不会，装病会吗？装病会，对不对？装打小我就装病了。哎，你呀装个病啊！哎，你在你朋友没有发现破绽、没有这个露出马脚的时候，你就赶紧跑了就完了。明白了。哎呀，总算下班了。哎，李丁啊，建川，晚上吃大排档去？不行。 怎么了？不行，我病了，我受伤了，受伤哪受伤了？我那个我腿折了，我回来，谢谢两位。哎，我让风，你听是吧？你也反常了是吧？这听你们听的舌头都利索不了了啊！怎么想起来创作这么一个节目？这个也是真实体会吧？啊，确实是这个看姑娘呢。哪个？这是次要的，知道吗？没羞没臊的。 二位的相声其实还有这么一个特点啊，就是名字其实都不太像相声的名字，都像文学作品一样。是啊，你太糟践文学作品了。小董和李明的相声，刚刚这段其实就有很多我们这传统打灯谜的这个内核在里边啊，在里面。哎，借鉴了很多我们传统艺术当中的精华。哎，说到我们这个传统艺术，你看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，比如说咱的汉字，对吧？一个字有的时候很多读音。 像我们传统相声当中有一段叫四字联音，四字联音，哎，也是用的我们汉字这个特点。一领细席，嗯，席上有泥，席上有泥，西边去洗，四句是，这是四字联音了，嗯，西洗细席，就是西边去洗这个细席，嗯，这叫四字联音啊。对，哎，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来的这个游戏，嗯，跟这就有点关系了。是，接下来呢，我们就要来考一下我们相声演员这个文字方面的功底。我们来玩一游戏，叫做埋雷。 造句。好啊，我们的众位笑星友都回到了舞台上啊。既然我们要进行这个比赛，我们得给他们分成两个队。是按颜值跟智商分还是？那颜值要跟智商分的话，那就是我一队，他们俩一队。这样，你看他们一对一对都太团结了。嗯，咱给他们都拆开。捧哏的一队啊，逗哏的一队，方老师跟捧哏的在一边。好，好吧，我们捧哏演员，咱现在按照各自的队伍，咱们分开来站。捧哏在这边来，捧哏哦，那边来，好人都在这堆儿，对吧？这个游戏叫做埋雷造句，大家可以看到我背后。 有9个同音字，我手上呢有一个雷，我们相互呢是出题方和答题方，出题方呢把这个雷选择一个字，如果答题方选择了那个雷来造句的话，那就全军覆没，输了。如果他们有一方输了，那就有惩罚了。哎，这个惩罚的方式啊，我来说一下，特别有意思。什么呢？就是输的一方啊，要抱着赢的一方做蹲起。 你们听见了吧？这要了命了！那边个个都1.86米以上，而且这边还多一个人呢。对呀，好在咱这还有个金岩呢。对，你们有一个抱俩的啊。那咱这样，让我们捧哏队来埋雷，好吧？行，你去埋雷去。先来埋雷，就埋在元宵的“宵”的后头。哎，别喊了，说出来。这是个什么性格？就埋在元宵的“宵”。圈圈交给我了。就埋中间这个呀？对对对对对。这个吗？对，就这个。好，好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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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它了啊。嗯。哎，我们。 不许看啊！谁也不许看，哎，没看了。逗哏演员都讲究都不看。给我发微信啊！对，说这样。Hello，Hello 啊！来，咱谁先来？我来吧。我建议选这个犄角这个削啊。您那手指哪儿？这是这边这个。这个选这个，这个吗？好啊，来吧，造句啊，贾旭明。嗯，我造句啊啊，好。嗯，捧哏的敢炸刺儿，怎么样？削他！嘿，我。 这什么水平啊！这是那个这什么水平？您这是什么造句？您老贾，来，这个来，你那捧哏的站这儿呢，那个来，冲着你捧哏的再来一遍。回去吃刀削面。这改的快啊！是啊。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字后面有没有雷啊？嗯。回。哎，哎，1.06米，怎么样？哎，有点意思，有点意思，没踩着雷啊，没踩着雷。好，咱第二个谁来？我来啊，你来了，我来。根据这个贾旭明老师这个，我换汤不换药，咱们举一反三。真的？拿哪个？你来哪个？旁边这个，旁边这个，三点水的。这个是吗？嗯嗯。造句是什么呀？造句就是捧哏的敢捣乱，消灭他。 好，哎呀，这个逗哏演员跟捧哏演员都这么大仇恨的感情啊！捧哏演员敢捣乱，消灭他，看看你能不能消灭他们啊！哎呦，嘿，运气还不错，也成功的躲过了雷啊！咱俩谁来啊？你们俩，你先挑吧。那我让我挑啊！好了，哎，那我就挨着你的了，走这儿这个吧。好，说人捧哏点好，又消又消灭的不合适啊！这捧哏的演员全都逍遥法外，这个逍遥就够了，法外就不要了。这可以吧？可以。嗯，我们来看看吧，这有没有啊？来看一下。没，你看。 没就没事了嘛啊！来，这回该你了，我来。刘鑫，来，随便挑一个，肯定是雷了，肯定压力大，别害怕啊！我长手雷，潇洒的潇，就那个了。这个是来造句吧啊！捧哏的太潇洒，很容易挨打。好，来看看吧，到底有没有雷呢？哎呀！雷在哪儿呢？你怎么布的雷呀？我不告诉你，这元宵后面。哎呀，我让你贴你就贴那个，我多听话，我贴元宵这个。看来捧哏的是欠削啊，真的。这个好了，比赛已经分出了胜负啊，我们这个。 逗哏这一队取得了胜利，成功的躲过了地雷。是的，那没办法了啊！我们这个捧哏队，哎，我们愿赌服输，当然了啊！来吧，那我们就挑吧。就是他，我最讨厌就找没拿话。我说削你就知道那个削啊，这是判。来吧，咱俩啊！哎，这个小哥俩体型差不多，咱就把动作做标准了。蹲起啊，蹲起啊！对，这样哈。 哎呦，这还哎呦，蹲起啊！一个，好，两个，我的妈！追加两个，好，标准啊！哎呀，我们那就是输人品不输气势啊！哎呀，看我们捧哏演员现在这个气力，估计你们削不过人家啊！是吗？来，咱再挑一位吧。你来，我来。 就是你，就是你，哎，什么态？对，来蹲起，哎，来，来，紧着一个，于浩，来，预备，一，嘿，哎呀，好，于浩，来，我现在忽然觉得不是俩队在玩游戏，是一帮人在玩泥，我正纳闷啊，不来了。 哎呀，刚刚这游戏看得出来，我们这捧哏演员和逗哏演员之间都忒团结了。其实是这样，你看台上互相之间开个玩笑，这样才能有好的艺术效果。是，台下都是非常好的朋友啊。刚刚这游戏呢，一方面啊，告诉我们很多汉字方面的知识；另一方面也锻炼了大家的体能啊。其实你看，这说相声不光练嘴，身体素质也非常的关键。于浩这个体力，我觉得还是没问题的。 啊，这个其实你看，说到这个体力，干什么事儿他都得有个好身体。没错，包括我们放长假出去玩儿，你也得有个好体格。接下来我们让方清平老师给大家说说他旅游的故事。好，1到11啊，就是我觉得就刚才这种游戏哈，做一下很好，特别有气氛。我对于做这种游戏我很有经验，小时候我们玩这个就是那样。小时候拔河，不知道大伙儿都玩过吧？我们小时候拔河。 我一看，我们这个队人都特别瘦，都跟刚才那玉浩就那小孩似的，那个队就都跟那张康大高个似的，没法玩啊！我就想怎么办？我跟我们的队的人说，我说一会儿他一喊开始，咱们一块儿松手。虽然我们输了，但是他们扁了。我很有智慧嘛，那时候，也是过国庆嘛，学校组织是上公园。 玩捉迷藏，大伙儿啊，就是让我藏，他们捉我，大伙儿都蒙着眼睛，我顺着公园小门就回家了。哎呀，他们这个找啊，都天黑了，公园都闭园了，还找呢，最后都报警了。这就是玩的智慧。所以就现在一过节，像我们这岁数的人就怀旧。我就是我们小时候有一种麻雷子。 现在小孩都没玩过了，不知道了。这么大个儿，在这儿点塘沽能听见响，咣。还有一种那种摔炮，现在都没了，不安全嘛。说这摔炮，我们小时候就往地一摔，啪响了，弄一兜摔炮，搁这儿啊，我上街高兴。街坊问我，方清平，你爸给你买炮了吗？得意呀，买啦。哪儿呢？ 这儿呢，咣，就炸了。那时候春节好像，天津、北京还有一习俗啊，熬夜，过12点，还不能说不吉利的话。我小时候啊，我妈夜里困得不行了，30晚上，我问她，妈，今天晚上您熬得过去吗？太不吉利了。过完春节，3月5号。 学雷锋纪念日，做好事儿，大街上的老太太就不够用，因为那时候我们那帮孩子没什么创意，你知道吗？做好事儿啊，就知道扶老太太过马路，只要老太太往马路边一站，过来一帮孩子就给拽马路那边去。老太太小脚挺费劲，好不容易刚回来，刚要进家门，过来一帮孩子又给拽过去。这老太太呀，就看着家门一天回不去，还让帮助五保户、孤寡老人。我们那胡同啊，就一张爷爷，没儿没女，就光剃头的去了三波。头一波给张爷爷理一个背头，第二波去了剃一寸头，第三波刮一秃瓢，第三波，第四波那孩子去了这骂呀，斩草除根呢。你给我们留三根头发，我们烫一卷算三毛啊！最热闹的节就是十一了。我们那时候十一歌咏比赛，我们小时候唱歌啊，没有人要求你唱的多好听，就动作齐。所有孩子就一套动作，左踮脚，右踮脚，看一看找小鸟。所有孩子都这样，还让一边唱歌一边晃脑袋。我方向感差，我老比别人就是反着晃，两边这孩子都脑震荡了。最后，现在过十一好了，现在一到十一都喜欢自驾，我基本上不自驾。这十一是那个高速路省钱，都费在油钱上了，你堵着也费油啊。前年十一嘛，我怎么着啊？我跟我媳妇啊，上南方上猴山，看猴去，买的是火车票去。赶上长假，票不好买，站票都卖完了，买了一张趴票，在行李架子上趴着。到了猴山，哪有猴啊？全是人，猴都没地儿待了，下山了。我从山下到山上，两个脚就没着地，人把我给挤上去了。我媳妇还提醒我呢，留神手机啊！赶紧的，费挺大劲，从这后衣兜里把手机掏出来，搁上衣兜里，放心了。到山上一看，还一手机，我掏的别人的兜。到了山上，有一个石猴，大伙儿都排着队摸这个石猴的脑袋，说呀。这个摸他脑袋就聪明，摸的人太多了。七天长假呀，这么大一石猴，给盘成手把件了。还有这个连心锁，买着那锁，俩人锁上，说这辈子也不离婚了。我媳妇儿买了一把，都锁满了那锁链子上，没地儿锁呀。好不容易找一个地儿，咔锁上，把钥匙扔山涧里。刚要走，后头有人骂。嘿，给我们打开！嘿，他把岗亭给锁上了。谢谢，感谢方老师。感谢啊，给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一个节目啊。对，而且这个今天我才知道方老师这个发型为什么这样啊？是不是也是3月5号上你家做好事的太多了？对，都是您经历的吗？差不多啊，因为我们这岁数将近50了，46、47，特别爱怀旧。嗯，我就特别愿意在台上说小时候的事儿。嗯，觉得你小时候怎么总出事儿啊？可能我们那代人就属我二。是啊。我想问一下英俊哥，你觉得你自己这个相声的功底怎么样？不是，怎么跑到我这儿来了？这个其实一般是这样，就是你看这个相声演员嘛，这个逗哏演员。一般功底都好一点，是吧？嗯，捧哏演员呢，一般都弱一点。但那说单口的都是没人要的。对，方老师跟我们说说，当年练这基本功都练什么呀？绕口令啊什么的，绕口令啊，贯口绕口令，对，我都练得不好。其实你看，说到这个基本功，我们相声演员有一个基本功，大家其实都熟悉，比如叫喷口。喷口，哎，喷口，哎，对，大家看这个春节晚会，这个泼了相了啊！表面你看可能又喷人一脸唾沫，其实我们这要求是一点唾沫它不能喷出来，哦，这才是功夫了啊！但我们过去练的时候，小时候老先生们都拿这粉莲纸挂着，嗯，那是小时候练，小时候没有，就玻璃了，拿手指啊，是啊，这功夫太潮了啊！对，这个我们就拿玻璃，哎，这如果哎你要喷上有唾沫了，这功夫也不到家。那么接下来我们这游戏就来考察我们众位笑星在这喷口上的基本功，有请我们。来，欢迎大家！哇，接下来这个游戏呢，其实特别的简单。真的？对。我看这阵势可不太简单。没有没有，因为我们大家都看过周星驰那个《九品芝麻官》，里边说话不是能把那个鱼都能说飞吗？那是电影的特效。今天你们只用说话把蜡烛说灭就行。哦。对，但是关键呢，得用相声基本功里边的段子。 我们一对儿一对儿的，这个顺序在我的手里，因为谁靠前谁就比较占便宜。这我说谁第一个，这不公平了。咱大伙来抽一下顺序，抽签，行，好吧？我们看贾一鸣，来你自己抽自己，来抽吧，中间这个吧。一嘿，真占便宜了啊！来，王先生，跟我这二，你是二吗？三号啊，三号，来，李老师来吧，你来吧，来，哎，看看几号？五号，二啊，小董够二的啊。 行了，你们这个顺序已经出来了啊！好，你们这第一组，贾一鸣、张康，你们谁来应战？那一看我们俩的这个体型和肺活量，肯定是我来呀！你来啊，用相声基本功啊！计时，3、2、1，开始！开始！我对张康的人性那就是一个字儿，呸呸呸呸！不，得拿咱相声的基本功，你的基本功就呸呸呸呸呸是吗？对，别拿基本功，绕口令啊、贯口啊都可以啊！来，点上，来，重来啊！我们3、2、1，开始！800标兵，火炮兵排北边跑。好，哎，好，最后说服了。他们只用了12秒钟的时间。哎呀，12.6秒。好，贾旭明、张康用时12秒钟啊，而且。 800标兵奔北坡，很经典的一个练爆破音的这么一绕口令给说出来了，后边的选手压力很大了啊！咱们就不能再用这个了，就不能再使了。考验我们肚腩宽敞不宽敞。好，谁是二？我们二。哦，二在这儿呢。来，看一个代表啊，来吧，谁来？我们啊，建春可以，没问题。12秒钟，建春不足为惧。来，是，别我呀，我的嘴里还没反潮完呢。 对不对？你哎，表面也可以是吧？对，好，没问题啊，灭了就行，来吧啊，上舌头就行，用咱们相声的基本功啊。好，准备好了吗？好，来，3、2、1，走，开始。数九寒天冷风嗖，狗娘来看牙。干嘛呢你？他给说懵了吧？李丁，这爆破音太有了，我就800标兵奔北。你拿这个背一辈子你也吹不灭。哎，我给你提示一个啊，你这个牙，你要是4410是直，兴许它都能灭啊。这行吗？这不是喷，你可别信他的啊，那就是不是喷灭是呲灭，知道吗？来，行不行？这行。他说等会儿，我必须跟我搭档，这行不行？没问题哈。来吧，有基本功吗？基本功啊，来，开始，去你的吧！去你的吧！哎，留神假牙，烫嘴了，这孩子啊！四十，哎呀，是，他要吃这个，不是感觉他往里吸。行了，吹灭！来，赶紧的，来啊！十，哎好，四十，哎呀，40，嗯。 不能吧？还有个不，我也不能。哎呀，可逮着不了，这不得理了。4啊，我这要真得理了啊，要缺氧。44，好，10，又来一遍啊，10啊，不能4，赶紧抓不能。哎呀啊，哎呀，真是呲灭的。我说是呲灭的吧？我看着都累的慌，我替他都累。这个多长时间呢？46秒。46秒，6秒，我写上啊，46秒。我自己写。6秒，46秒啊，6秒。44、46是46啊。对，44、10是10。咱第三组是谁啊？我。哎呦，方先生，怎么样觉着？没问题了啊！来，计时，开始。等。哎，您从这，您还要侧面开始呢？我这一句就全来了是吗？来，开始。吃葡萄它不吐，葡萄皮儿不吃葡萄。 葡萄皮儿，哎呀，是基本功，不吃都点不着了，这葡萄皮儿，不吃葡萄乱了，倒土。 好，哎呀，这个还不错，方老师用了18秒的时间，18秒啊，不简单。行了，接下来该谁了？该我了。这个点蜡，你来啊。好，刚刚的成绩应该说12秒是最快的，有没有信心超过12秒？现在还不一定，先看我这个气够不够吧。看气够不够啊？辣烧的太旺了。是啊，这会儿火上来了。嗯。好，3、2、1。 说什么呢？什么玩意儿？停！你等什么玩意儿啊？你先说清楚，你说的是什么？那个孩子，你们陕西都练这个基本功呢？我来吧。你这还不如我的呸的基本功啊！基本功，传统节目，传统活。嗯，空树藏孔，空树藏孔。那你得把这藏孔得说出来，你光空树这不行。这就直接孔不行吗？不行，你得让我得听出来，你这是基本功啊！对，我来。来，准备好了吗？没有。来。 3、2、1， 空树藏孔，什么玩意儿？他们一个老师教的，都听不清楚。哎呀，这时间真的是挺快的，但是我真不知道他们俩说了啥，他们用了10秒，10秒，真是有这活呀，是不是有这活呀？你完整把这空树藏孔说一下，你这样大伙听。空树藏孔，孔进空树，空树孔，孔出空树，空树空。没有这个节目，接下来呢，就这个环节告一段落，刚结束了，最底下，最关键在您这儿了啊！我来吧，准备好了吗？是，准备好了啊！好嘞，那咱们计时，开始，一平喷变。 烙饼，他这烙这劲儿，喷饼饼碰喷喷碰饼饼碰，哎，好，这叫规矩，真不错啊，还真不错。一瓶喷面烙，一瓶喷饼，饼碰盆，盆碰饼。你瞧瞧这基本功绕口令啊，经常练的绕口令。说完了，8秒，好。 前正先好了，金岩跟李国庆这个是冠军呢，8秒。哎，李丁，这真的我对你寄予厚望。孙老师来，不是说那个秒数最多的获胜。是啊，关键我就不知道你那数九寒天冷风嗖你是怎么想的？你我想嗖这不能出来，想数九寒天冷风。哇，转年来春打六九头，15哎呀，灯会有一对狮子滚绣球。哎呀，3月3，王母娘娘蟠桃。我凉快多了。哎呀，把那蜡感动灭了。看这个慢工出细活的朋友。 说真的啊，我通过这个游戏，我发现这相声演员有一个特别大的特点，就是特别能吹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就要来看一个吸取了众家艺术之长的相声作品，欢迎卢鑫、玉浩给大家带来《别出心裁》。有请。好。第一次来天津，没错，特别高兴。那当然，来这说相声，哎，有点班门弄斧。哎呀，不能这样。哎，因为现在相声越来越难说了。哎，对，相声演员往这一站，两张嘴嘚不嘚地把您逗乐了。哎，应该呀，不容易。哎，是因为现在很多其他的门的艺术比咱们容易。嗯，是不是？你像人二人转怎么了？哎，人演员往台上一站特别自由，是吗？是不是？一上台没有人管。 没人理，那反正你不鼓掌，我就搁那里鼓掌。二人转太费鞋，哎，你要再不鼓掌没关系，朋友们过来点掌声，我给来个绝活。哦，还有绝活？哎，弄个脸盆撕碎了，哎呦，弄个气球套头上，咚，吹炸了。嚯，这都不叫绝活啊，这不算。什么叫绝活？您说，你能来，别人都来不了，这叫绝活。哎，这是绝活。哎，哥，咱们两个什么叫绝活？嗯，譬如说，哎，你熏着我了。 比如说，咱们两个站着说着相声，哎，裤衩生个娃，哎，这叫绝活。你等会儿，这不叫绝活，知道吗？这还叫绝活了，这叫变态，你知道吗？我就说这个意思呀，哎，人家那个艺术，人家显得就他互动性高啊，是，是不是？你现在你出去，你说找个年轻的小女孩，嗯，什么想谈个恋爱，你问你喜欢相声吗？问问这传统艺术，扭头就走。 那不爱听，你问他你喜欢人吗？是我喜欢刘德华。哎呀呵，我喜欢张学友。哎，那倒是。我喜欢郭富城。嗯，我喜欢勾勾。哎，你喜欢？我喜欢。你等会儿，他不是他喜欢谁？勾勾，勾勾是谁？那歌手英文名叫勾勾，林俊杰。那叫勾勾啊？啊，勾勾吗 ？JJ 叫啥 ？JJ 还勾勾了？你还？我还丁丁呢。哎。 什么话这？打牌那对勾嘛，哎，就是林俊杰就完了。我为什么人家那个方式好啊？人往台上一站，这怎么了？不用说相声，底下朋友们都鼓掌，那就喜欢嘛。往那一站，群，天天的我，深深看你的眼，生气的温柔，满天的温柔的脸，这就够了。 唱的好啊！你像咱们这得得说半天，那得跟人说嘛，是不是？对呀。而且很多人一说二人转绝活多，你们相声没有绝活，相声这也不能这么说。但我们什么都学，嗯，二人转我们也唱，啊，这也学人家唱的好听。哎哎，你不是老那个双回门啊？那是小帽啊，是不是？两口子抱孩子回娘家，哎，唱出来也好听。是正月里是里儿啊，正月里初三四儿啊，单位里放年假，咱们两个去串门儿啊，转回身儿来，叫了一声他呀，哎，你过来呀，有点事儿，看看外面有没有风丝儿啊，咱们两个人啊，抱着孩子去串门，当天去那个当天回儿啊，看一看我爹我妈你的那个老丈人啊，嗨嗨哎嗨嗨一嗨一二呀。我还一惊一乍的，你看这个劲儿，哎，行了行了，可以了可以了，骚劲儿，你看看，哎，什么叫骚劲儿啊？这二人转高兴啊，哎，那对，但是这个你在北方行啊，你到天津唱能听懂，那还可以。你到广东，你唱1个小时，下面站起一位。南方，你唱的什么？我听不明白呀。哎，还有方言误差吗？你白唱了。那对，所以你得改一改。怎么改呀？改洋气。改是怎么改洋气？现在什么最洋气？哎，您说粤语歌。粤语怎么洋气了？洋气听不懂啊，听不懂就洋气。哎，你看以前有个乐队叫 Beyond 的啊，那是经典了，唱了一首歌叫《钢铁锅含着泪喊修瓢锅》，我特别喜欢这首歌。你等会儿，每个追求梦想的人啊，没有这没有什么梦想，嗯，这就是个修锅的。不是这什么歌吗？哪个歌啊？这是钢铁锅含着泪喊修瓢锅。什么玩意儿啊！这就，海阔天空，对，就这个歌，哎，他唱着你的感觉，哎，是，你要想想，嗯，你二人转怎么了？你用粤语一唱多洋气，拿粤语唱二人转，哎，那这请个明星一唱，请谁呀？刘德华，天哪，刘德华人唱吗？唱啊，还唱呢，你看这感觉，哎，正月里是里啊，正月里初三四啊，等回嚟放年假，我們兩個去串門啊，轉位三嚟，叫了一聲他呀，哎嚟過嚟，有地勢，睇睇左邊有冇風勢，我們兩個人拋出細路去串門，當天去那個當天翻，看你看我老爹我老豆，你的那個老丈人啊，去啊，失幾條一身成五六四萬多隻。还数上数了，什么玩意儿啊？这就气氛多好！哎，这还有这就气氛，大伙喜欢。你说你得创新，是你包括也是咱们从陕西来，嗯，咱们陕西这个秦腔不够洋气，谁说的？百戏之祖多好啊！秦腔人是摇滚之祖。哎，那你等会儿，不，秦腔怎么能是摇滚之祖呢？你看你不知道吧？不熟悉，摇滚从秦腔学过来的。是吗？哎，你看唱法基本靠吼，嗯，吼摇滚，吼秦腔，有这说法，是不是？而且为什么你看很多陕西出了很多这个摇滚明星？是啊，哎，比如这个谁，郑钧、许巍，那谁还有那谁，哎，后边这俩是东北的吧？是，为什么出这么多摇滚明星？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知道，哦，他从小听这个秦腔啊，知道怎么吼好听，哦，耳濡目染，哎。而且你看，我最喜欢一个摇滚明星，哪位？中国摇滚第一人，嗯，崔命，崔健。说清楚，崔健，哎，唱歌特别好听，是吗？感觉这嗓子里蹲了好几个男的抽烟一样，不是有那么呛吗？哎，唱什么反正也听不清啊。原来我的表就这表感觉。你等会儿，您这唱的什么？原来我的表就这表感觉。吃错了药了吧？这知道吗？他演唱会我听的啊，嗯，就最清晰的一首歌，哪首啊？假行僧。哦，这歌好听，唱歌好，哎，范儿也足，是，麦克风架特别高，嗯，帽子弄起来挡上脸，哎呦呵，就这感觉，嗯，我听听。没有从能走到北，哎呦呵，我还要从北走到黑，我有人们都看到我，但不知道我是谁。但是词儿有问题。这词儿怎么有问题了？我要从南走到北，嗯，还要从白走到黑。没错。你为什么不睡觉？哎，你管人家呢？你给我走着干嘛？你打车呀？打什么车呀？滴滴打滴打。哎，滴滴什么玩意儿？打滴。哎，打滴。手机 APP 你不知道吗？手机 APP 了又。所以说，你要真说词儿得讲理，嗯，还得说咱们秦腔的词儿。秦腔词儿怎么讲理？每一句你唱完了，你回去琢磨去吧。嗯。你琢磨一年，没法抬杠。你是没碰上我呀？嗯，碰上我就给你抬杠，你给我抬杠。我有外号，还有外号，杠头。就冲你这外号，当着朋友们的面啊，怎么了？我唱一句，你给我抬抬杠。你唱你的，我给你抬杠。听好了，你绝对有问题。你唱你的，听见了吗？没有啊，我还没唱呢。哎，你说的干嘛？仔细听，我这注着意呢。出门来自觉地几百朝后。这句词儿有问题，怎么有问题？这个词儿你的它不讲理，怎么不讲理？就这个词儿写的，嗯，什么词儿来着？说出门的时候觉得脊背朝后面，不可能。出门的时候脊背怎么？您这是个废话呀！是，它有一定的道理。这有什么道理？为的是把肚子放在前头。啊，对，走一步退一步，全当没走啊！高桌子地板凳都是木头，哎呀呵，一头驴两头牛都是牲口啊！是你大舅你二舅都是你舅。 是不是真理啊？这真理，怎么抬杠？那不抬杠。你要不愿意，你舅妈都不让。哎，这废话，是得同意了。哎，但是这个调太老，朋友们不爱听。那怎么办？这时候你想普及一下，让朋友们都知道。嗯，你拿这个摇滚的时尚结合咱们秦腔的精华，这结合在一块儿，新的曲种摇滚秦腔，还摇滚秦腔。那今天在这儿咱们就来一把啊！你把给崔健的掌声给我点来，3、2、1，哎呦！ Rock and roll 秦腔。哎嗨。 什么玩意儿？出门来自觉得脊背朝后，哎呀呵，为的是把肚子放在前头，嗯，走一步退一步，全当没走，哎、桌子板凳都是木头，哎、行了，金疙瘩银疙瘩都嫌不够，哎呀，天在上地在下，你娃包牛，你大舅你二舅都是牲口，哎、猪马牛羊都是你舅，去你的吧！ 好，哇哦，谢谢两位，感谢两位年轻人啊，说的真不错。其实你看这相声当中啊，你自己也提到了，哎，有很多的绝活我们要来展示，像学刘德华呀，包括学崔健，都学的挺像的啊。对啊，喜欢这个。接下来我们要进行这个游戏，就跟这很类似啊，叫是的，我有你没有。哇，这个游戏好玩了。 我有你没有，是啊，规则呢也特别的简单，然后两边你派出的代表表演的才艺，让另外一方说我不行，我表演不了，我服，那你们就赢了。然后另外这一队呢就要接受惩罚。啊，行了，那咱还按刚才那俩队吧，逗哏一队，捧哏一队，好吧？来，好嘞，嗯，好，谁先来出这题，谁先来应战。我们这队肯定得先来啊！是啊，什么叫逗哏当先呢？啊，我们逗哏里边有别，你先挑一个人应战。你去吧，快点。李丁，来吧，李丁。 来，李丁，你得坐到这个位置上来。来啊！夏一鸣，我可得给你说明白啊！你这绝活要出来又不绝，人家学上来了，你可得坐那儿挨砸。要了命了！我来一个啊，这个串调，这他会，我会一个啊，串调他不会，是吗？肯定不会。我给大家演唱一个《大河向东流》，他就来不了。这有什么来不了的？来吧，来吧，大河。 向东流啊，天上的星星参北斗啊，嘿嘿嘿嘿参。这叫什么玩意儿？我这话多少都得学玩意儿。路见不平一声吼啊，叫声小妞你别走啊，嘿嘿嘿嘿你别走，走啊走，走到了9月9，军港的夜啊，郎呀嘛郎大郎啊，小妹妹你坐船头。 哥哥祝你一路顺风，真的好想你。你在他乡还好吗，马儿哎？你慢些走哎，慢些走哎哎，对面的女孩看过来，我嘚儿一的笑，14736，风风火火闯九州啊！好，哇哦！看李丁的表情啊，关键还能回来。李丁太长了，我们有串调，但是我们这串调呢，就是每次都是董建春啊，他演，然后我听着，就是那董建春，你给我起一头就行。哎，你现在哪个队的？你现在哪个队？不是，我就起一头，然后就他唱。对，来啊，这个。 你的四周美女有那么多，你的四周美女有那么多，但是好像只偏偏看中了，还是我唱的，但是伤不起。别砸了，这行了啊！好，来，这个。李丁失败了，也受到了应有的惩罚啊！还有绝活吗？还有，来，这边，来吧 ，OK 了，就你们俩人了，好吧？要不然你去坐着吧。来段街舞吧，街舞好，你等着砸吧。 我今天要没吃药啊，我心里能抽成这样，让我跳成这样够呛，真不错。能跳吗？能跳，就是我音乐好，走，别走。来，今天，你这个。 大家玩都挺开心的啊！这个展示我们现场演员非常多的绝活啊，虽然说是砸了一下啊，对，但是并不疼啊，体现的是我们下一代。你觉得不疼？你说你何必说这个话呢？是不是？其实每个人啊，他都有一些害怕的东西，对吧？你这个往上一旋，他心理上是有点害怕，对吧？哎，说到主持的一宁，你害怕什么？ 我可能就怕嘉宾不说话哦。对，今天我们来这嘉宾话都特多，太多了。但是有时候遇上那话特别多的嘉宾，你也受不了啊。哎，下面我们就有请贾旭明、张康给我们带来一段《康康会客厅》。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晚上好，欢迎来到《康康会客厅》，我是主持人张康。哎呀。 没有尖叫，这节目怎么开始啊？非常的高兴大家来到康康会客厅，我是主持人张康，谢谢。今天来到我们栏目的是一个特别特别的嘉宾，因为在他的眼睛里，这个世界只有两个字：缺德。无论看见什么样的人，看见什么样的事儿，都是缺德。那么现在咱们就把这个人掌声有请他，欢迎登上我们这个舞台，聊一聊他眼中的缺德人和缺德事儿。掌声有请。 好，你好，哎，你好，来，那个您怎么称呼？我叫仗义。啊，仗义啊。对，那您贵姓啊？贾仗义，来，掌声欢迎贾仗义，来，您请坐。行吧。我那邻居忒缺德呀，是吧？我跟你讲啊，这才半个月，对，他们家那个 WiFi 的密码都换老8回了，把我给累的呀。 天天破译密码啊，没办累坏了。怎么没有累死你呢？你天天蹭人家 WiFi， 你合适吗？那有什么不合适的啊？作为邻居，难道他就不懂得什么叫分享吗？哟，你瞧你那个作死的表情吧。啊，你跟人家分享什么了？你问问他，我跟他分享什么了？你跟他分享什么了？哪回我看球不把声音调成最大，生怕他们家没电视啊？呸！谁家没电视啊？ 你把声音调成最大，那不就是扰民吗？我还扰民啊！他们家才扰民呢。他们家怎么扰民了？他们家养了条狗啊，嘿，那狗啊，一到半夜12点就叫，你看，吵得我呀，都没办法安心敲鼓了。你就是那个闹钟，你要是不敲鼓，那狗能醒吗？我不管啊，反正他那边，汪汪汪，我就咚咚咚。 咚咚咚，哇里哇里里哇，咚里咚里里咚，哇哇哇，咚咚咚，哇哇哇，咚咚咚，哇里哇里里哇，咚里咚里里咚里里咚。真好，贾仗义，你是准备跟这个狗组一组合吗？咱俩不挺好的吗？咱俩好什么好？谁跟你好？你不蹭人家 WiFi， 人能换密码吗？你不敲鼓。 人家那狗能醒吗？还说人家缺德，我看你啊，就是老头坐摇篮，什么意思呀？装孙子。哎你！哎什么哎呀？哎什么哎呀？这不都是你缺德吗？啊行，啊、这事儿我差点儿。对。那我把车停在楼下，别人把我车堵住了，这不算是我缺德了吧？啊，他没留个电话联系方式什么的吗？没留。这有点不像话了。好家伙，足足躲我2个多小时没来人呐！啊，实在没办法，打电话报警。对，那司机才来。你看看，我一看司机那个模样，一看啊，天生五行缺德。你等会儿，五行哪有德呀？五行当然有德了。五行哪有德呀？有德。哪五行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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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德智体美劳。 五行是金木水火土，反正堵我车就缺德啊！还，你怎么回事你？问他，你停车你倒是停，你好好停，你倒是留个电话，你怎么回事你啊？说你怎么回事？说句话你啊！他是你猜他说什么？他什么？滚！谁让你把车停我们家车位的？啊？哎，你们家车位我不知道啊！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哎呦我的天哪！人家一句滚，哎，得嘞，就这样。 你别侮辱人啊！怎么了？我可没有得了得了，我光哎，这不露脸呢，这也，是不是？什么是不是？你把车停人家车位里了，还说人家长得五行缺德，就人家长得五行缺德，就你这模样让大伙看看，五行缺五行啊！你什么你？赶紧给人把车开出去，不像话！快！你别提开车。 开车比那停车还闹心呢。开车闹什么心？老有那个大车欺负我啊，尤其是那个公交车，是动不动就拿喇叭摁我，要不然拿车灯晃我。是，哎，公交车这儿它车高车长，它老别我。你看这个别公交确实表现不好。你说我招你惹你了？对。常言说得好。常言怎么说？你走你的公交道。 对，我走我的公交道。哎呀，我们和警察。你什么？你怎么还把车开公交车道上去了？我那不是看社会车道态度，就别给大伙儿添堵了吗？你可真是竹子的童年。什么意思呀？损呐。嗯。 疑什么疑呀？都像你这样把社会车辆开到公交车道，那设立公交车道的意义在哪儿呢？啊，赶紧开出来啊！我为什么坐公交车道？你凭什么坐公交车道？快呀！啊，怕迟到！怕迟到！你是不知道我那个经理有多缺德。经理又缺德，一迟到就罚钱啊！一迟到就罚钱，迟到不罚钱？早到怎么没见他讲过钱呢？你早到过吗？没有，你说他干嘛？问题是我按点上下班，他也罚我钱呢。这为什么呢？朋友们呐，我也是个白领啊！啊，您还是白领，也朝九晚五。你看看，每天早上9点往电脑前一坐，一坐也是一天。谁说坐一天就不累呀？也辛苦，费脑子呀。那倒是，斗地主不得记牌吗？要不然你上班还斗地主呢？怎么？劳逸结合呀？这是劳逸结合吗？哎呀，那天我有把好牌啊，2王4个2，你看，把那地主给斗懵了。哎呀，我正美呢啊，我们经理出来了。假仗义，瞧这名喊得多响亮！上班斗地主，罚款200，活该让人逮着了。经理，您别开玩笑啊！我可上班没斗地主，还不承认？你他们经理说啥？经理说什么？滚！那个地主就是我！哎呀，哎呦我的天哪！哎呦，好，哎呀。 这个网上那么多人斗地主，你还能跟你们老板斗一桌去，这也不容。哎，不对呀，这个网上斗地主不是看不出来对方是谁吗？这事儿让我明白一个重要的人生道理。一个什么道理？上班斗地主，千万别拿自己的照片当头像啊！这是什么人生道理？这都是上班本来就不能斗地主，你还敢拿自己的照片当头像？我是这么想的。你怎么想的？常言道，常言怎么说？君子坦荡荡，小人长戚戚。哎呦，大丈夫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，名人不做暗示，真人不如假话。现实生活中我活那么真实，虚拟世界里从不伪装。不是说我这个人有个性，而是说我这个人就这么与众不同。我就是我，是今儿晚上不一样的烟火。好，烟火，大家上眼瞧。 窜天猴啊！哎呀，好烟火，好烟火！什么窜天猴？什么窜天猴？什么窜天猴啊！你像话吗？你自个儿斗地主？我为什么斗地主？你凭什么斗地主？还不因为3年以来他没给我涨过工资吗？你不好好上班，人家怎么给你涨工资啊？朋友们呐，你见过在一家单位工作3年没有涨过工资的人吗？没有，那就是我呀！哎呀呵，必须跟他提涨工资！你给他提，快！经理，给我涨工资！你们老板怎么说？滚！哎，这就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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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这就走，这就走，就是欠一句骂，这就走，这就走。好好，那赶紧开车回家吧。车就不开了，坐公交回家吧。你不是有车吗？车不在家没地儿停吗？ 在单位多停一天是一天呐，这便宜也占。你看，哎呀，这个不能提这个坐公交啊！一坐公交，那公交司机也缺德。公交司机缺什么德？你说说，大家都在那儿排队刷卡投币上车啊，到我这儿他把我拦住了，为什么呀？我说这位同志啊，我做公交司机也几十年了，对，见过各种投币的，嗯，投5毛的，哎，投1块的，对，投1毛的，投游戏币的，连不投的我都见过，嗯，我就是想问问你，问什么？你投2个钙片算什么意思？嗯，一点面子不给我留啊！呵，这家伙，要不然后来因为他说话客气啊，我早就揍他了啊！他怎么跟你说呢？滚！哎呀呵，哎，这就走，这就走，这就哎，真好啊！假仗义，假。 仗义，你觉得这些事儿都是别人缺德吗？啊，这不都是你自己缺德吗？记住，这个社会上不缺少监督别人缺不缺德的人，缺少的就是勇于自省和改正自己的人。只有用你健康和向上的眼光看这个世界，这个世界才会换你一片阳光。本期节目到此结束，下期再见。哎，谢谢。 哎呀，真的，一点让你遇上这样的采访嘉宾，你是不是心里也一哆嗦？滚！哎，得嘞得嘞。刚刚啊，2位演员提到了啊，说这个5行，5行是什么？德智体美劳。德智体美劳啊，他是5行缺德的那一位啊。对。当然这是开玩笑，不过这个德智体美劳确实要全面发展。没错没错。比如说，你看这体育，比方说看说相声跟体育有什么关系？有什么关系？您坐那儿乐这一晚上，您都累。 我们站这儿说，这得有一个好体格，没错，真是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就来进入下一个游戏环节，看我们的演员们是不是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好演员。接下来这个游戏呢，就是体育版的成语接龙。怎么是体育版的呢？因为啊，我们这个不是就是站在那儿直接说，而是要走这个指压板。哦。如果一旦没有接上的话呢，你看我手上有一根跳绳儿，就要接受惩罚，在指压板上跳5个跳绳儿。哇，那我出一个题目吧，好吧？行。国庆快乐，好吧？好。接着乐开始，从咱们这队开始，好吧？来，好，走啊，嗯，乐在其中。 好中，中，4，钟鸣鼎食。呵，好，钟鸣鼎食，嗯，实现4化，十全十美。呵，找着底了，美不胜收。好，兽性大发，收，谐音，收跟兽可不行。5，收放。 自如，好，如意郎君，嗯，哎呵，这模样，君，走啊，你走啊，君临天下，下不为例，嗯，立，走啊，你走啊，君临天下，下不为例，嗯，立。 历历在目。好。目。啊，对，是目。什么呀？目什么来着？行，跳吧。完了，来跳绳准备。让他跳2根吧。来吧，孩子。双摇。1、2、3、4、5。好，哎，好。哇，体力不错。 那你看这相声当中啊，有一类的作品其实挺费体力的。嗯，什么呢？传统活叫腿子活。腿子活。哎，要在台上分角色模拟这个戏曲，所以它比较费体力。比如说呢，我们这个金岩和李国庆就把这个小红帽改编成了腿子活，我们一起来看。谢谢大伙儿啊，谢谢大家，多好的日子呀！是国庆节，哎，往这一坐啊，高高兴兴听相声，其乐融融啊，谁不乐意啊？哎，后台的导演，这些演员也高兴，是啊，啊，都喜欢您啊，喜欢我，相声演员李国庆啊，就是我呀，长得也漂亮，漂亮不敢当，有台缘。刚才后台来一导演是个拍电视剧的，哦，好事啊，也找你拍电视剧去，啊，找我去拍《欢乐颂》第2季，让你去。 找我去拍第2部，那可不是吗？不光你，让咱俩都参演哦，咱们一块儿去。知道还有那谁里边有杨幂，谁？你杨幂，你喜欢杨幂吗？哎呀，我告诉你啊，杨幂那是我梦中情人呐！那太好了，你跟杨幂有吻戏。 是啊，人导演说了啊，光接吻的特写镜头57个，这么多！哎，你演杨幂的情人呐，那太好了。是啊，哎啊，那您演谁呀？我演杨幂。哎，不去啊？怎么？多合作呀？有演杨幂的吗？我愿意跟您多交流探讨啊！啊，您说这个多好。是不是？我都找不着你，我想你最近，你老忙都碰不着你。不是最近呐，啊，这不天津卫视找我做节目吗？是节目什么节目啊？马上到年底了啊，让我给导一个儿童剧。儿童剧啊，给小孩看的啊，以青少年为主啊。哦，青少，给钱吗？您别看是儿童剧啊，给的还不少呢。 儿童剧给小孩看的，哎，给的还不少。那是啊，分我多少？分啊，分我多少？给个数。您先等等，先别往下说。干嘛？你干嘛？干嘛分你多少？人家找我做节目，我又是演员，又得编创，还得出新点子。咱俩搭档，你怎么？你看这个，你看这尊荣没有？还往分你？你干嘛你？我是那德行吗？你至于吗？你看你钱狠的，你就是。什么叫？我有好事都想着你，我宁可演杨幂，我都带着你去，是不是？嗨。 我宁愿不去。你儿童剧不带着，带说儿童剧应该带着我呀。啊，我过去导过儿童啊。对，人贩子不是，我导过儿童剧呀。儿童剧啊，儿童剧，我过去给人帮忙。行，我还不知道你剧团里边。你以前不是木偶剧团的吗？是木偶剧跟儿童戏这不都相通的吗？哪儿通啊？我在木偶剧团，我举足轻重啊。哦，团长，我是木匠。木匠。 木匠怎么举足轻重啊？你废话，木偶剧团的木匠那当然是举足轻重了。没我，他们举着棍儿就出来了。哎，那便仪仗队了，还是的啊，这都相通的。那你行吗？当然行，学咱也是科班呐，科班。行了啊，你木偶剧团科班，那不叫科班，那叫什么呀？你那个啊，那叫鲁班。你这多损呐！还木匠单调线，我跟你学这个了吧？废话，本来就不行嘛。儿童剧谁不会呀？ 小时候都看过《灰姑娘》，你演那高跟鞋，我瞪着你啊！人嘛，有演高跟鞋的嘛，你演什么都行啊！不行，这个戏剧都我们科班是不是都学过？不，你带着我去，不，行，哎，我去，我去，借，你这，您等等，带着你，带着我，我在这看他们的，不是你打了开塞露了是怎么着？你停不下来啊！听我说句话行不行？咱俩搭档这么多年，对不对？嗯。 行，我带着你去，这我可以。哎，关键是你得演得好，得有创新点。这只要你给钱，我无所谓，怎么演都行，我听你的。这得艺术。你演什么？是不是刚才我说那行不行？不行，怎么？人家定了，定什么？小红帽有那个狼是不是？狼外婆知道，大伙都明白。那就都知，我都知道，都可以。真是的，小红帽那个小时候都学过，那小朋友都知道。那有时候幼儿园时我就看。您怎么回事？您上瘾是怎么着？您先听我说啊，您说。 人家要求这个必须要创新，得创新。现在您行不行？必须创新，我太行了。来吧，小红帽，来开始。我跟不，咱得分。不，上去。您挂着您的。您怎么回事？我说是您是谁？各位把裤腰带解下来给拴上去。您那嘴怎么这么松啊？不是，我就是着急跟你去演这个。分配角色没听见？不用分配，我来大灰狼，你小红帽，咔把你吃了就完了呗。这是，你这憋着吃我干嘛？解恨这东西看着。吃我解恨呢？不，你还是来不了呢。怎么？ 大灰狼人家是给我定的，我来大灰狼，那我来猎人。对，你憋着要弄死我呀？那怎么着？那我来谁啊？你呀，啊，你大伙说他来谁？哎，对，你来小红帽。哎，行不行？我本来就是大灰狼，我来小红帽啊！这观众说的。行啊，您各位您行，你给钱，我演什么都行。啊，钱的事儿，咱们刚才已经说好了。来，对，你演得了演不了？我行，可以创新。对了，不能跟过去那套路一样。开始，走一遍。行，你先别走一遍啊，你到那后边啊，到我那个行李箱里边，那里边全是道具，你还带着道具来的？赶紧拿去。行，我知道了。我现场我得把关。啊，好了，就这个啊。好家伙，您看这不是冲钱来的，这本来就没他。 是你看，呵，嘿好，来，你看看啥？请多，哎呦呵，嚯，这是大灰狼的，啊，那是我的，啊，这给你带着，呵，嘿，真行啊，演员还给我做的啊，你还带这个，我带这个呀，给你钱你什么都干，你看见没有？你这叫什么话呀？你带我瞧瞧，这就是为青少年儿童打开一扇智慧之窗。行，给我带上，瞧，赶紧瞧，看着啊，啊，哎，这简单的道具，我看最后还比这个好看。 大灰狼还独眼龙，这是哎，不说了吗？这是旧的，还有新的呢。这是啊，这个，这什么呀？这小红帽，小红帽吗？这帽子还没裁呢啊！太惨了，这个不是您就凑合着包一下头就完了。包头，哎，你跑这结婚来了是怎么着？ 有啊？怎么样？这个咱改戏吧，咱改演洪秀全怎么样？那你这小怎么办？什么德行？您记上点就完了。您往后包干嘛？往下包啊？这费劲，这挣点钱真废话。这是什么德行啊？这你给记记，给帮帮忙行不行？我来，大概这意思对不对？您确定您演得了？我没问题，没问题，抓紧时间，没问题。那得排练。小红帽，行，快，来吧。 我在这看着啊，你啊，先从外边来，从外边来，桌子挪挪，往后搭一搭，从外边来，我先来啊，去吧，啊，给点这个大森林的感觉啊，是不是？大森林到位不到位？有没有音乐给他来点？不是音乐，这什么大森林呢？这是我是干嘛？这拍恐怖片的这是？这夜黑风高的，谁敢出去啊？童话，给童话来点，哎，这行，这可以啊，这行，哎，到时候音乐一来啊，小红帽上场啊，来吧，哎，我找找小红帽的感觉啊，小红帽感觉啊。 记住创新啊！好嘞，放心吧。呵，好家伙啊！这大森林，嗨，真大！嗨，这大森林什么词？您先等等，太大！您先等等吧，这不得了啊！您还没听见？那边都说你是偷地雷了，这个，这什么德行啊？不是，你不是。 大森林吧，我这大森林哪有这口风？要温柔一点。废话，不要摔跤的我们啊。小红帽啊，你再来，温柔一点啊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！你瞧还小碎步，呀！啊，行了，甭酝酿了，赶紧说词儿。 这大森林啊，真大呀！哎，这大森林谁提的醒？这是不要这你看等音乐停停，你看等你怎么老搅和你？废话，您得唱啊！哦，对，我唱啊！废话，这有四句唱。对啊，我独自走在郊外的小路上，就这个啊！我把糕点送给外婆尝一尝，昂，对吧？昂干嘛？他家住在又远有僻静的地方啊！僻静干嘛？又僻静的地方，我要当心路上是否有大灰狼啊！哎。 这什么味儿啊！您赶紧上来就唱啊！唱！不要再酝酿，别着急，这。我独自走在郊外的小路上，我把糕点送给了外婆尝一尝。她家住在又远又僻静的地方，还是僻静。我要当心路上是否有大灰狼。啊，行。各位您看吗？小红帽曲艺团呢？这。 怎么还有快板啊？这里头，我们不要这个创新。妈妈，嗯，跟我说，我的外婆生病了。嗯，妈妈做了蛋糕，还有葡萄酒，让我给外婆送过去。外婆家住得可远了，这感觉不错。也累了啊，不如我替外婆吃了吧？哎，放下！啊，你猪八戒是怎么着？ 不是我怎么替外婆吃了干嘛？我怎么着？你看你不能吃，不能，有毒。对，嗨，没有毒，没有毒，说什么呢你这？妈妈跟我说啊，让我一定要走大路啊，千万可不能走小路呀。那为什么呀？因为走小路，嗯，会绕到大路上去的。哎，好，你妈妈也弱智，不是。 这不废话吗？不是，怎么走小路会遇到大灰狼？这词儿遇到大灰狼的。对了，我哟，哎，怎么回事啊？这森林里有这么多新鲜的蘑菇呀，不如我采几朵蘑菇一块儿给外婆送过去，这也算是给空巢老人送温暖吧？没有，你说这个我们小孩听不懂，你不要这个。我要采蘑菇了啊。 一朵，你瞧，还给自己加戏。两朵，三朵，行，四朵。行了，我说差不多就得了。哎，我这怎么拔不起来？我怎么回事啊？我怎么拔不起来啊？你不能拔我呀！啊，我为什么不能拔你啊？为什么？因为我是个大萝卜呀！嗨，你是萝卜呀！啊，行了，你别拔你，你也弱智，萝卜跟蘑菇分不清楚。七朵。 哎呀，各位，八朵，看来啊，只有我能拦住他了。10朵，哈，滚！哎，回头，这什么孩子？您看看这个，什么？让我滚，像话吗？怎么？哈哈，啊，小红帽，啊、看来你还不知道我是谁吧？你不是大灰狼吗？大我这，谁告诉你我大灰狼？你这看带着吗？我瞎呀我呀！独眼大灰狼，谁不认识你？不。 我认识你啊！你不能认识大灰狼，凭什么？你这个大灰狼认识小红帽，小红帽不认识大灰狼啊！他这个童话里就这么写的，童话里都是骗人的。哎，这看，他把这句搁这儿了，那还怎么的？还不能认？你就得不认识大灰狼才行，要不然这戏没法演了。啊，这就不认识啊，就得不认识我。啊、哎呀啊！我咋不认识你呢？哎，就这口音呐、啊，反正标准啊。哇 我怎么不认识你呢？哎，对，你说这个不认识，我一点都不认识。我可认识你呀，小红帽。我不认识你，小红帽。我不认识你。你疯了！我给对台词呢。你在干什么呀？我刚才你也真瞎，你知道吗？我刚采半天蘑菇了，跟着还一大萝卜，他不让拔呀。对，我问你那个了啊，我问你篮子里装的是什么呀？ 这个啊，这里边是妈妈做的蛋糕，还葡萄酒，让我给外婆送过去呢。 哦，啊，那你外婆住在哪儿啊？我的外婆住，我不告诉你。你看，咱还挺聪明啊！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呀？因为我也不知道啊。嗨，不知道像话吗？外婆住哪儿？你得知道。对，外婆住哪儿？住哪儿？对，就住在。 外婆啊，就住在3棵大橡树下啊，低处围的是核桃树篱笆这个词儿。对，啊，我的外婆就住在刚才你说那地方。哎，你查到省市，啊啊，哦，你看这个小姑娘，细皮嫩肉的，一顿我也吃不饱，她这块头我亏心不亏心呢？我这，但我想一想，啊，这样。 我先到他外婆那儿把他外婆吃掉，然后再回来等他入我的狼口。啊，你是不是有毛病啊你？这不缺心眼儿吗？这谁看这童话？你都知道外婆住哪儿了，我站在你面前，你先吃我呀你！你把我吃完再吃他去，猎人也找不着你，这多好！是不是神经病？你这个，你谁信呢你这个？要不然童话它不让人信服，就这一点。我都站你面前了，我先吃外婆，你见不见呢你？ 我爱吃谁是谁，你管不着。哼，动物就是动物。哎嗨，哪有这么一句啊？我还是继续采我的蘑菇。哎呀，这还有金针菇呢。别采了，我说你起来吧。还有杏鲍菇。你起来吧，你起来吧，赶紧你啊，换一外婆。我干嘛？你赶一外婆？凭什么我赶外婆呀？我跟外婆还有对手戏呢。那我跟蘑菇还有对手戏呢。这没有蘑菇，我们不要蘑菇，蘑菇到这没了，没了。你赶一外婆，我赶外婆，还得赶外婆，这玩意儿。那手累，给上把椅子。啊，这当他妈椅子，在家里坐着，快！你家里坐着。哎，现在我的外婆了。你先是外婆，酝酿外婆。您这个不是生病的状态，我感觉您要生二胎。 生病的状态，你精神要萎靡一点啊！找酝酿，找感觉，你快抓紧！谁呀？我是大灰狼。没关，自己进来吧。啊！哈哈哈哈哈哈！我要吃了你！我要吃了你！ 什么意思啊？别喊啊！我让你吃，嗨，怎么还让我吃啊？我这衣裳啊，先给你解下来。等等，干什么？怎么这里头还有脱衣服？这按照剧情演，剧情哪有脱衣服？童话里写的清楚啊！你大灰狼把外婆吃了，然后扮成外婆的模样。是啊，你连衣裳都吃，到底穿什么呀？嗨，没那么多讲究。我给你腾出来。不用那个，不用那个，我给你腾出来就直接吃。腾出来，不用他那么真实。这啥意思啊？把你吃了。 甭废话，这童话还得嗷上吃了。你的废话，那现在我这就吃了，你啪一口。你别说话了，我已经把你吃到肚子里去了，怎么还说话？大灰狼，我在你肚子里呢。哎嗨，这说腹语。那我怎么着呀？你赶紧回去，小红帽，我这忙都不忙的。我演小红帽，外婆你不行，你把那头巾给我。哎，赶紧系上，赶紧系上。挣点钱容易不容易？我这是。我等着你啊！真是，你还是演小红帽。哎呀，好。 哎呀，外婆家终于到了啊！哎，外婆家门口有这么多新鲜的蘑菇呀！哎，我采几朵蘑菇。蘑菇，炖蘑菇。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！蘑菇怎么没有了？哎呀，我敲门吧！啊，啪啪啪，啪啪啪！啊，门没关，自己进来吧。哎，啊。 哎！我说，起来！我说，您这干嘛呢？拴上门啊？怎么那么多门栓呢？咱怕狼跑了啊？几根啊？一根就够了。真是，我的外婆。嗯。哎呀，外婆生病了吧？哦，可不是嘛。脸色是不好看。哦。哇绿哇绿的。嗯。哎呀，外婆啊，现在你们单位大病统筹也给报70%了吧？怎么又来这个？小孩听不懂，不要大病统筹。不是你到底会不会？行不行？能不能演？我会不会？你还看不出来吗？你对不对？我还有音乐呢，还有音乐，还有马上唱了就。不是，那你赶紧唱啊！对对，唱歌呀！蘑菇干嘛？小公告开唱了啊！啊。 你看多好，这是。不是您先等等吧。啊，我们大伙听不懂啊，听不懂。我告诉你唱的什么呀？唱的什么？我唱的收破烂，收个瓶子易拉罐卖个价钱1毛2，就这玩意儿。不是我怎么没听出来啊？没事，我再唱一遍啊。你再来一遍。收破烂，收破烂。 收个瓶子易拉罐，哦，易拉罐啊，买个价钱1毛，哎，你别去了就。谢谢，好，谢谢大伙儿，感谢啊，金岩李国靖啊，真不容易，谢谢两位，半天了，谢谢大家，这个把我们童年美好记忆都给毁了，是啊，教坏了啊，今儿正经的来这天津一趟不容易，嗯，我要准备一首诗要给大伙儿朗诵一下，哦，还有诗呢，对，呵，太好了，好不好？听一听，嗯，这诗真的是啊，我这研究很长时间了，你瞧瞧。 春风闻雨葬落日，未曾彷徨。西山赶海见雪径，也未绝望。拈花把酒偏折煞，世人情狂。凭着良言与百臂，或千手不能防。好诗，好，嗯，好，这诗啊，大伙儿听着可能陌生，哎，但是你把它唱出来，大伙儿都听过了，是吗？还能唱？这诗能唱啊？你给唱唱，唱这样啊，春风闻雨啊，一唱啊。 春风吻雨葬落日，未曾彷徨。欺心感慨，似水電也未斷腸。有啦有啦有啦！天照大世，遮掩全藏。憑借良人與百臂，我千手不能防。天火火煮，晚晚供誰同扛？折沙罐罐水，早早笑著浪蕩。貪歡一晌，偏教那女兒前場迷蹤。 接下来把我们所有的嘉賓都請上台了，好不好？我们掌聲有請。 哎呀，真的是感谢我们这么多啊，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的相声演员，给大家带来了这么多的欢乐，大家听得开心不开心？开心！确实不光您各位开心，我看我们这因儿乐的嘴都合不上了。对呀。其实你看啊，很多时候有人问我说幸福是什么？其实幸福真的很简单，就是好人、好节、好时光、亲朋好友。 大团圆，没错。你看这个十一之际呢，其实我们的假期也才刚刚开始啊，也祝大家心美、嘴美、全家美。不管您是在路上呢，还是在家里，我们都祝愿您笑口常开，万事如意。在这里呢，也再一次谢谢我们今天来的所有嘉宾以及观众朋友们，我们全体演职人员祝大家11快乐！